上官子谦，贱人，贱人！杜兰叔，你干嘛？你先出去，我来处理。你跟那个女人什么关系？什么关系重要吗？不重要吗？你说过你会爱我一辈子的。你也说过只嫁给我一个人，可还不是转身嫁给了少帅，当起了少帅夫人。我从来都没有背叛过你，我心里爱的唯一的就是你，否则我当初也不可能不惜假死跟你双宿双飞。双宿双飞？嫁给少帅，当起了少帅夫人，才是你想要的双宿双飞。那不是我。不是你，那又是谁？子谦，我今天来就是想问你一句话，你还爱我吗？到现在才说这些，你不觉得晚了吗？所以你就是不爱我了吗？哎，可我现在还有资格吗？那你之前，马青青没有死，她整容成了我的样子，也只有她知道钥匙的下落。子谦，我现在能相信的人只有你了，所以我让你发誓，这辈子你绝对不会负我。我发誓，我上官子谦这辈子只爱杜兰若一个女人，若违背此誓，不得好死。钥匙就是玉佩，被马青青当了，你去一趟当铺把它赎回来。好。少帅，你我虽然完婚了，但是你这样贸然闯进来，未免有失身份吧？怎么，夫人你现在有点怕我？我为什么要怕你啊？大明星杜兰若，好久不见啊。你也不算太笨。把青青给我藏哪儿了？对你而言，找到钥匙不就够了吗？你别以为我不敢杀你。你杀了我，也见不到他。原来你跟杜家那个女人是一伙的，你们到底在密谋什么？我若跟她是一伙的，我用得着逃婚吗？那你为什么走来回来？我虽然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是我有我自己做事的原则。我这个人有仇必报，有恩必还。我做了别人十年的影子，也受那个女人操控了十年。现在我想掌握我自己的命运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一条光明正大的活路。好啊，那你把马青青还给我，我给你条生路。你到现在还不明白，不是我把他藏起来，是他在躲着你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把他藏哪儿了？你放心，他现在很安全。如果你心里还有他，你应该知道，现在把我当成他，才是对他最大的保护。那你又为什么要帮他？我说过了，我这个人有恩必报。更何况杜夫人是因为杜夫人。哪个杜夫人？还有哪个杜夫人？
当然是马青青真正的生母梅之华。哦，她还没死。你问我，不是你找人洗劫的渔村吗？你为什么就不怀疑杜家那个女人呢？她才是你最大的威胁。所以不是你。你是突然意识到自己将成为弃子，所以才写了女侠黑玫瑰那个剧本。你想给我留下线索，对吗？是。那日跟你密谋的是不是上官子谦？此事跟子谦无关。那你看看这个照片里的女人，是杜甫那个女人吗？那你知道照片中的男孩是谁吗？上官子谦。所以他一直都在骗我。杜家那个女人就是子谦的生母柳芳。原来他真的没死。爹，您当年真的为了筹集军费而灭了柳家满门吗？当年我确实曾派手下去过柳家，但也只是筹集军费，没有做出任何出格之事。但后来又有一支军队打着督军的名号冒充我的手下，这伙人不但将柳家洗劫一空，还犯下了灭门惨案。您找到这伙人了吗？自从柳家被灭门后，他们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再没有出现过。我觉得他并没有人间蒸发，我怀疑为首的就是杜甫的王管家。如果是这样，这一切就说得通了。十年前你杜伯父那起战祸，想必就是他们二人合谋的结果。但是你是如何查到这些的？多亏这个假杜兰若给我指认杜夫人，我才查到王管家手下有一支草寇军队。只不过那个假杜兰若已经加入咱们督军府了。你是说嫁到我们家的是假杜兰若？那马青青呢？已经被假杜兰若给藏起来了。你糊涂啊你啊，万一他跟柳芳是一伙的，这事儿不就全完了吗？现在马青青在他手里，我也只能赌一把了。哎呀，我你杜伯父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他再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不就真成了那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了吗？爹，您别着急，此事我一定办好。马青青在哪儿？上官子谦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是我骗你，还是你想骗我？我已经没耐心了。马青青在哪儿？带我去找她。